叫职业性的刺青。职业性的刺青，它是刺的比较深，那比较深，你要洗，全世界的报告都一样，这是5到24之间。你刺的染料越浓度越深，你打的次数就越多。但是刺青通常，用镭射来打，大部分可以洗掉。问题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会很大，因为打的次数会很多。那多久打一次？因为它打完要变成颗粒，颗粒要让皮肤带走。那下次要打要隔2个月以上。所以你试试想想看咯，所以你刚才讲的那种刺，那种比较深的刺青，2个月打一次要打5到10次。所以从它打到5、6次以后，大概要花1年的时间，才能够把那个色素把它打干净。